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月，欢迎回来小月的 Origin No Include。今天就是来玩困难版全成就系列。上一集我们透过用打蛋器这个东西来获得一个稳定的食物来源哦。那目前为止我的食物已经算是稳定状态的了。不过上一次有计算到，如果我要完成那个肉食成就的话，我必须要在60周期之前把那个哈奇的数目养出超过16只，孵蛋器可能要加到8台，因为一个小人需要2台，所以4个小人就要8台，然后再加一个小人，这样子我后面才来得及去解这个肉食成就。所以其实这51到60周期之前是应该算是最重要的地方了吧。那当然其实我现在已经不会像之前那么容易缺食物了。当然我单纯继续全部吃蛋的话我是绝对够的，可是全部吃蛋也不行，因为我的哈奇数量好像还不够。对，这边7只，我还是要额外多孵出几只，都是用来保障一下，保障后面可以可能有时候来不及孵化的时候也会有额外的食物来源。所以可能真的要养的话也要养出20只吧，我觉得20只。然后孵蛋器的话可以就加到10台，孵蛋器加的多的话是还蛮麻烦的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后面会加到人手的话，所以我应该会让新出来的那个小孩负责帮我充电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要完成很多事情，我刚刚说到可以的话我们哈奇20只，可以的话我们孵蛋器一定要加到8台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如果可以不用蛋去做食物的话就不用蛋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下其他食物的啦。比如说其实这边底下的这些食树也是可以收成的，可是底下这边下去真的是太辛苦了。那其实加起来的话这边4颗也就3000多食物，那这边就让它挖下去，有空的话就挖下去，然后到时候等它自然掉落的时候有3000多的食物可以拿这样子。之后的话这边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点到那个技能，这边其实也差不多要给他分配一下了。这个小人他已经有2点了，那他是我的建筑工嘛，当初给他的是这个喜欢操作，因为我会把他点到这个电机工程师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建筑也没有太多，他也是负责帮我敲那个金属的，敲金属时操作嘛，所以我点给他也很好，就是让他敲金属的时候会快一点这样子。之后负重一定要点，负重也要点一下，这个是养动物的小孩嘛，我就先给他点这个负重，因为我有看到他就是送这个食物的时候送很久，因为他要送2000公斤啦，他一次只拿一点点送过去这样很久，所以点这个给他。那刚好他也是我们储存工，所以这个先给他。那剩下上面的这个小人负重先点吧，毕竟如果他有空帮忙搬运的话负重还是必要的，这个先不点上去，因为他不是主要负重的，所以这个点数就先留着。 OK， 那我们就正式来开始哦。我希望今天可以达成我的目标啊。哇，其实八台也没有那么简单哦，而且我们现在食物的话目前今天还够了，那我们就先试着不要用哈奇蛋哦，先不吃生蛋看看。其实人力发电这边我也想多加一台耶，因为其实我现在如果没有太多建筑工程的话，我会有2个小人都蛮闲的。这个跟这个小人，因为他就只负责煮食物嘛，我也没有特别研究嘛，所以如果2个一起充电的话，这个、效率会比较快一点啊。就这个孵蛋器我也要手动控，孵蛋器这边也有观众提议啊，就是用这个感应器可不可以？那其实这个孵蛋器的话它是需要启动了之后然后小人才会过来包，所以用这个感应器呢你不能放在第一个了哦，你不能放在第一个，可能你就放在第二个这个位置。那它当这个感应到小人去包这个的时候就启动这个，就让它连续包下去，所以第一台你还是需要用到手动时钟去控的。那而且我说过它每天都会往后面偏一点点时间，因为今天在这个时间点爆，可是爆完的时候可能是来到这个时间点了，然后这个时间点你明天就是要从这个时间点开始，所以你每天都会往后推了一点点时间。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不如我就每天都去手动控它过来爆好了，手动控它过来爆的话就确保每天都有爆到，那这样子才可以增加这个哈奇孵化的速度。那既然都手动控的话，那就干脆把那个电力损耗用到最少啊，对不对？这边快爆完我们才启动这个，
哇，这个爆完就马上关掉，不要浪费那一点点的电力，能省则省啊。这边 OK， 这样子，反正每天都要记得，大概在一个时间点就要去爆一下哈基蛋，然后就是哦，等它盖东西了。这边盖一盖这发电机，然后这边这层哈奇塔也盖完的话，我们就多了一层哈奇塔，就总共其实我们可以养到24只哈奇啦。那当然是食物足够的前提下，我们再增加哈奇啦。我们目前的话至少要养出20只，目标今天是20只，然后也想就是把主要的食物改成吃那个生肉了，开始慢慢转成吃生肉。诶，有了，可以盖了，可以多盖一台了。那这边一样用时钟，欸，我们就直接先分配下去吧，这边先分配下去，后边的就优先低一点，然后一二这样子是六台嘛，然后我们要盖到这边哦，今天的目标是盖到这边，我们还有九周期的时间。那这个如果你资源不足的时候啊，你没办法预先分配蓝图嘛，你可以采用这种复制建筑物的方式，可以让你预先分配蓝图哦，这样子就算没有资源也可以预先分配，不然你是点不下去的啦。那这个其实小技巧啦，蛮好用的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先把蓝图放在后面了，然后看一下上面这个人力发电先盖吧，这样子两个一起冲会比较舒服一点，然后底下这边也挖下去了，之后盖个流梯让它爬过去，然后等它自然掉落再收吧，因为这边真的是全部二氧化碳啦，它收成的话会很累。然后这边有两只龙毛蜥，不知道它会不会爬出来，如果爬出来就把它杀掉了。这边还可以再挖下去一点，这样子这个龙毛蜥会比较容易抓。嗯，等它有空再去吧，先做好这个。这我们食物已经剩4000了，我记得上面这边，对，这里有血脉，这边血脉也可以要，嗯，这边血脉也要挖一下。那这里可以拿到18克血脉，上面还有，嗯，这可能要赶紧去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食物没有了。其实我把蛋敲掉是有的，可是把蛋敲掉的话就会变成说没办法增加额外的哈奇了，所以真的没办法我们再敲蛋或者是杀哈奇 OK， 那真的没办法再做，我们尽量都是在60周期之前冲出20只哈奇这样子 OK。 欸，其实也不用全部盖了，我们就盖那个跳着盖吧 OK， 这样子来，欸，他好像在挖这边，嗯，这里挖开的话水会淹到这里 OK 的 OK 的，反正这边以后都是主要流梯了，就先盖吧，然后我们要来解决食物问题了。来，这边先挖这里的，这里要赶快挖掉，感觉今天是来不及，不过今天食物还是足够，今天食物还是刚好快到6000了，就5931啊，啊差一点点而已啊，还好。那这个就先不管它了，所以这边金属也不知道有没有再增加，我们上面盖完就盖这个吧。诶，我挖错了是不是，哦，我先挖错了，哦，那这样子我要补一个梯子在这边。好，今天已经没时间了，他要休息了。好，拒绝。那现在52周期嘛，下一趟是55，所以58周期我们就要来加人口，58周期加人口，然后我们的那个成就那边，对，成就那边也要注意，就是60周期之前我们也要吃到那个8万，因为60周期吃了8万之后我们就剩32万嘛，32万有4个小人的话那就是每天吃8000嘛，所以就是32万嘛，就是32万再加8万，就是100周期吃那么多这样子。那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已经7万多了，那如果幸运可以杀到这个龙毛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再加个4000，不知道外面还有没有一些动物可以让我杀一杀，让我短期提升一下这个肉食量。这边还是有一只鱼的啦，那这个我主要担心是掉落的那个污染问题嘛，可能这边先补一些空气过滤机，现在食物还够齁，还够。然后那个维凯说不要太多工程，结果还是分配了一堆，超累的，这边拿40数，诶，还好他全拿了，哦，没有半途缺氧物品掉落，半途缺氧物品掉落就很尴尬了。 OK， 那这边好了好了，
还是先盖一下这个，因为方便一条直线下去杀那个龙毛蜥啊，这样才可以拿到肉食。然后，哎，这个藻类盆再盖好了。啊，他闹过来这边盖，其实不是很好。我觉得这个先不要通过好了。对，绕过来这边盖就有点浪费时间。好 ，OK， 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了，去吧。希望他在氧气缺氧之前有杀得到，可是漏掉落的地方是有点远了，可能要跑个两趟才可以拿回来了。啊，这一只就。可能要让它爬上来的时候再杀，不然掉到这边就很尴尬了。应该开始盖这里的了吧？那上面这个就先不盖吧，先不盖。反正这只鱼也就1000食物，煮完是多一点啊，可是也没有多到哪里去。对啊，煮完是多600而已，所以先不管。而且我想要它的蛋，对，它的蛋应该更肥一点，也差不多生蛋的它。它的蛋壳直接敲掉，然后两份生蛋5000多食物，哎，如果要杀鱼的话，请用它的蛋，请敲它的蛋。那这边就等它边盖这个，然后边操作那个机台吧。哎，研究好像那个智能电池研究出来了，不过现在盖智能电池也没有很好，主要它也是要精炼金属啦，精炼金属还是留在这边比较好啊。然后它的电力也减半，虽然是那个电力浪费少一点了，可是还是先把它换吧，先保留大型电池，先把金属耗在这边。还有四台，好像已经盖了一半，可是这三台早就盖了，我已经用了三周期了。那应该一周期盖个一台可以吧？58周期之前应该可盖到8台吧，然后加一个小人。可是食物现在也有出现短缺，有3000多的肉没有煮到。然后血脉的话，对，这里也要哦，先让它上去这个吧。这里的血脉还有12颗还没有煮，那也没有人把它拿回来储存，还是储存先交给你好了，因为你现在也不用研究嘛，不对，那你就先去储存，再去烹饪，这样子，就不会说只拿3颗回来煮，然后再去拿3颗。对，我再看一下，它应该会储存吧？那它会先储存什么？电烤炉，它现在要煮肉哎。哦，刚刚那个龙毛蟹的肉啦，捡到一半没氧气，然后掉在这边了。可以。然后呢？它现在拿什么？啊，我记得了，不是储存。啊。真的是哦，我又忘记了，是供应才是储，对，存放食物储存。他那个字面上面这已经说储存雪地小麦，可是任务类型是供应。好，你去储存啦、啊、这样子他先把它捡回来再煮，会比较划算啦、啊。那可是这样子会不会让他做太多其他无相关的事情啊，比如说供应建筑物这样子啊。对呢，所以供应建筑物这边也不能优先太高。对，这个建筑优先不能超过那个烹饪锅的优先，这样子他就不会去供应那个建筑物了。可是现在没电了，没电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充电啊？哦，有一个去充了。然后你现在是不是要去 ？OK， 这个优先很高吗？这个优先不高吧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去煮东西先呢、啊、好，有了，有趣了 ,OK, 没错，设定没问题。反正我们的建筑优先不要超过 8, 它就不会去供应建筑物的。因为供应它涉及的范围太大了。真的是太大了。建筑供应就是这种建筑物它需求资源它会去供应。所以因为我现在供应跟那个烹饪是同一个优先啦。那这样子是没问题的。好，感觉我也不知道现在缺多少那个金属，这个可以先不分配了。那熏陶先可先盖，然后这个啊，我没有关到吼，然后昨天好像也忘记爆了，浪费了一天。然后现在干嘛？你现在拿蛋干嘛？你先爆，
难怪他跑那么久啊，因为刚刚这个没有关到。好，都有报到了，很好。那他升等吗？升等的话，啊没有哎、欸，只有让他点到这边，让他刷倍速度更快也不错。然后雪花面包还在煮，那有敲到一个石头哈奇的蛋，又两万千八，可以可以，今天食物也是够的。那哈奇也有增加四只，二十只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之后这边再孵化的哈奇就开始杀掉，变成食物吧。哦，他应该要先盖这个吼，对吼，铜就剩50，应该不够盖这边呢，够吗？本来已经输好材料了，好好好，那这样子直接 copy 下来 ，OK， 就有那个三层的哈奇塔了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上面的血脉，血脉这边拿一下。我感觉四个小人解圣肉好像也不太行，感觉后面还是要再加一个人口的啦。因为就算之后加到四个人口，你也不能确保他完全吃肉，因为也有可能食物不够，要用其他来弥补。我们宝将还是要加到五位，不过第五位我们可以压后，可能去到70周期啊、80周期再加也没问题。主要是60周期一定要先加到第四位。那这里就先让它变充电变产那个东西吧，应该都没有发展没有挖掘的工程了吧。已经没有挖掘工程了，很好，我们就让它边采人力然后边操作。那这样子的话操作采这台，采上面那台，上面那台比较靠近啊，也就干脆停在那边算了，就开铲吧。那边铲的时候也要边看清楚那个食物啊。我们哈奇蛋还有多少？还有四只哈奇蛋耶，真的不得已的时候就要把哈奇蛋敲掉了。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先盖啊？这个也先不要盖好了，我们先盖好这个，先盖好这部分的，然后我们要产出800的铜嘛，对，产出800的铜。我们还有两个周期产出800的铜盖完，好像不太可能呢。召唤小人之后多一个人手啦，多一个人手啦，可能电力就不用他充啦。我们哈奇应该是够了吧，771耶，还是缺了一只耶。还是我们61周期再召唤，有61周期再召唤的话就会有少吃了一天2000嘛，少吃了一天2000的话可以了可以了，我们60周期再召唤吧。还有5周期用来缓冲，让那个哈奇先长大这样子。没有报到了，又忘记了。OK， 那这边应该都盖得到，这里应该都盖得到。那就让它盖完之后再计算我们缺多少。我们已经有155了，这155是盖完这些剩下155。我们去到800嘛，加油。再产一些就可以了。食物短缺。该要敲蛋吗？有四颗，刚好四台耶，等一下出来。还好耶，血脉面包好像还可以煮啊。上面血脉呢？血脉拿完了，之后还有吗？这边啊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一直都没有过去。对，他又被叫过去做事情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先不要冲了。完全都没有铲到那个桶欸，太忙了，真是太忙了啊。这边又够吃一阵子了，至少够吃2天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。这我们烤肉还有4000，刚刚是77000嘛，再加4000就是81000啊，对不对？81000够啦够啦够啦，可以啦。超忙的欸，搞不好来得及耶，如果现在不再分配工程给他，可铲完之后这边都不需要再铲，那也不需要人力耶。那我加了一个小人是多了一个人力，没错的。那好，我们后面是可以去找地鼠啦，找地鼠啦，毕竟多了一个人力嘛。好，没关系，多人力就多做一些其他事情。对啊，还有这边厕所超想改的，
多了人力，还是先研究，然后解决厕所。厕所这边一直没有改。嗯，来开始爆。哇，现在都要看这个摇篮区，差不多就要开爆了。每天一爆。之后这边还在充电呢，还在充电。超忙的耶，这个一直在煮耶。没办法耶，血脉真的是煮超久的。那这边其实还蛮缺氧气的，感觉这边可以多加一台那个藻类扩散剂啦。先盖吧。金属来了多少了？300，看来是来不及58周期。还有 1.3 周期，下一次猎印。我们缺500啦，缺500啦，还要再产个10趟。为什么他去供应小麦？啊？我刚刚看到什么了？我知道了。操作这边啦，操作这边它有一个叫做制造供给啦。所以这台也是制造需要用东西嘛，所以它会供应。这没办法，这官方没有做细分啊。没有细分什么制造工业制造或是食物制造，它没有这种细分。所以它过来送血脉了。你可以专心敲铜矿吗？然后给我乱到处乱跑，来不及来不及，这个多盖两台啦。不过我们食物足够啦，还是加一下，还是加一下。可是不做死不会死，我觉得加一下啦，加一下多一个能力啊，会舒服一点啦。OK， 这边已经开到第六台了，然后刚刚也孵化出一只了，然后。现在已经16只了，16只是刚好四个小人啦、啊。那还有40几秒，小人也来了，就直接加了，没有再怕的了。前面都各种饥荒都撑过来了。我都不相信早三天加，然后多吃个6000会有问题。哇，可是这两个小人是不是土拨鼠的手？哇，这边的小人都没有很好耶，无法建造。可是初步假期无法建造，反正你就进来充电而已嘛，后面有空就帮我刷背嘛。好了，我们终于有充电工了。来，你就操作是你的专属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一看。那你就先不要去齁，先不要去充电哦。可是这样子他都不会敲石头呢，就变成他去敲石头耶，这是有点尴尬。难道说我要为了这个而盖门去限制他吗？只是他去盖敲石头也没有说不好啦。哎呀，都敲吧，都敲吧，我觉得就都敲。可惜的是这种他没办法控制他不去做这个。哎呀，你帮我去充电，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拉高一点。一进来就吃食物，今天怎么都没做到又吃我食物。那你没有餐桌齁，给你一装啦。哎呀，给你一个房间啦，给你一个房间啦。先这边啦，我觉得这边就给一个隔间，他在里面充电好了。这边就只有他能进入，把这个优先调到超高的。他没电就会马上过来。OK， 就这样子决定吧。来，我忘记这边没有爆弹了，差点忘记了。OK， 那上面这边应该盖好了吧？来。我们就设定之后他能进入就好了吧。这个就设定到优先9，然后一没电的话就马上来，一没电的话就马上来，你就疯狂的帮我
充电，欸，其实充电的话也会增加它那个操作技能，所以它后面操作也会越来越快了。哦，那么多一个人手的话，他可以专心去敲这个了吧。好，反正我现在这位敲完之后，我就把那个优先退下来了。对，到时候优先都要退下来，就交给他去做。你差不多敲完了吧，其实就缺那个一份嘛。哦，够了 ，OK， 就缺一份而已嘛。那你就不用再操作了。哎，不是你，你还是哎，你要吗？你不用了，对你不用，你也不用了 ，OK。那我现在就空出一个小坑，可它用来研究，对，可它可以用来研究。那我们就先把那个厕所这部分研究出来吧。净水器先啦，啊，净水器才是核心嘛。还有一周期我们要开始吃肉了，所以现在孵化出来的哈也要杀掉了。我们总共养了多少只？七只，下面三只，十八只。预期是20只啊，可是其实够16只就够了，然后每天要吃8000，今天食物已经不够了耶，嘿嘿。我们还可以再放个一颗蛋在这边。今天食物已经不够了，看来我们又要进入缺食物的时间了是吗？哎，有了，有一只可以杀，杀掉。哦，至少明天有一只可以吃。然后这边，哇，这些都是不是一天内可以孵化的耶？那就啊，不管了，我们就交由下一只的我再烦恼吧。好了，今天这集就先玩到这边啦。这一集就哈奇养到18只，然后孵蛋器其实这个已经盖得到了，那这两个算是有达成啦。那虽然说还是缺了两只哈奇，不过我们之后就开始来孵化那个蛋，然后来吃那个生肉。那如果真的是后面完全可以靠吃生肉的话，我们现在的这个成就嘛，现在那个肉食成就看一下，已经吃了81000多了，刚刚就是77000再加4000嘛，81000多嘛，所以后面还有这个42周期去吃。每一周期去吃8000的话就刚好400000，所以这个到100周期之前我们是可以解到的，目前来看的话。那当然啦，现在也有在缺这个食物这样子啊。那这边是还有一只龙猫系啦，我们就下一只再算吧。好了，喜欢的影片请帮忙按个赞。如果想看我这次的更多信息、更多影片的话，都记得订阅。或者是什么想法，不能公开，也是其他人给我。我是小月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